Underscore 明朝偶义志序大师会通格物致知与转时成志 Underscore Underscore 提到无四相是破人我执而菩萨无住相不施是破法执彼者学习心得是无念无相无住是六祖坛经的核心思想也是金刚经的义理核心这种的格物是内在心性义理之学最好有的孔孟圣道三宝心法真传才容易成功至于一般大众就是外在的道问学以博学科学知之以求一招豁然贯通大法之弘扬之则深